只要好一点，你懂不懂？接获民众报案，彰南路四段因暴雨导致路面严重积水。员警抵达现场后，发现一名老翁骑脚踏车因道路淹水，水深及膝，不慎跌倒，导致脚部擦伤。员警见状，立即将老翁背起，并迅速将其救出。待消防队抵达现场后，立即将老翁送医，所幸并无大碍。